有气息的，我们都要一起来开口赞美他。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上帝的爱是何等奇妙啊！我们现在大家一同站立，跟你旁边的说：因着耶稣的爱，我们在里面成为一家人。我们成为一家人。我们成为一家人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。因着耶稣的洁净，因着耶稣的洁净，因着耶稣的光明，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，同享生命的喜悦，同在主爱中连接，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。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，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。因着耶稣的洁净，因着耶稣如光明，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，同享生命的喜悦，同在主爱中连接，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。因着耶稣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；因着耶稣，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。他的爱是无比的爱，是慈悲的爱。现在我们大家准备好，我们要一起领受上帝的爱了吗？没。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一次：我们成为一家人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。因着耶稣的洁净，因着耶稣的洁净，因着耶稣如光明，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，同享生命的喜悦，同在主爱中连接，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。因着耶稣的洁净，因着耶稣的洁净，因着耶稣如光明，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，同享生命的喜悦，同在主爱中连接，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。那我们现在给上帝一个爱的鼓励好不好？耶稣的洁净，因着耶稣如光明，因着耶稣同享丰盛的生命，同享生命的喜悦，同享生命的喜悦，同在主爱中连接，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。